刚回国的时候，伤心的时候，看不见什么，后要钱的时候，要钱的时候。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最想我妈的时候，我会想到我妈。看到学校有什么事，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。当我看到她的时候，当别人跟我提起的时候，看到她照片的时候，当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就很无助的时候，就问她我要怎么办。那是在孤独的夜晚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外面下雨，雷声轰隆，没有别人在阴暗的角落，然后又冷又烂又饿，没有别人的帮助，最想妈妈，非常非常想妈妈。在我刚来纽西兰那段时间，无聊让他陪我玩，把我养做大吧，交给你了。照顾我吧，买东西。先是养我这么多年了，就是当我们的老师啊，因为不是大家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吗？照顾，给我生命，把我生下来吧，把我生下来吧，因为我是第二个小孩，然后我生下来要罚钱。做个午餐，晚餐也可以。吃饭。带他想去的地方，他想要什么就满足他，满足他一切的愿望。跟他出去吃个饭吧，再帮他买个什么东西。跟我那些没有兴趣的家人打电话，要是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会跟我妈坐在一起等哦。那还能做什么？跟他说我爱他。哇。因为我妈妈还没庆祝，如果最后一天的话，我会抱着我妈，告诉她，就是告诉她，就是帮助她跟她祷告，然后让神来感动她，因为神可以嘛，然后就让她信主啊，还有家里人也信主，这是我只能为她做的事。但是给她大大的拥抱，没有错，最大。放弃了那个拥抱，看到我们对他深深深深的爱。妈妈 ，I love you。虽然简单一句话，但我只有言也说不够多。妈妈 ，I love you。这是我的真心话，但愿他伴随你